啊，抱歉，对，大家好啊。对，这边其实就是我们在开发这个模组，然后我们在工笔有一个prototype 是这样子的，也就是我们想呈现每一个国家它针对另外一些国家有什么那个国境管制的安排，就是封关啊，或是让有一些不能入境的等等的安排。对，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我做了这个模组，就是大概是八成你就可以选不同的国家，但那些数据我们还是要再整理一下。就我会把我的那个代码推上去 GitHub， 那就可以直接拿去用。好，然后另外今天也整理了不少的数据，就是我们从台湾还有日本政府啊、新加坡政府等等，我们就把不同国家他们针对另外的对口单位的国家有什么安排的数据，我们就整理在这个 Google Spreadsheet。所以我们的 version one 我们会整理这些中文的资料，然后之后我们就会拿去翻译。好，然后另外也是很高兴的，今天有几位朋友，就例如说 Khan 啊，还有 Kai， 还有 King， 他们都有兴趣参与这个项目。然后我刚讲的那个模组之后，我可以放在我之前做的这个过国疫情的网站上面。对，就可以按国家来看到他们的那个封关的状况。然后另外那个Cam 的他也有在做一个地图，对，他就想把用同样的数据用一个地图来做可视化。对，还有 King 就在做一个另外一个dashboard， 也可能可以用上这个模组。对，所以今天我们的那个成果都差不多。然后我很欢迎大家，如果对这个专栏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参与这边一起来去整理这些资料翻译。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前端工程师，你也可以在 GitHub 去发一些 PR 来修正我们现在的那个模组。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